我觉得台上好像有点小亮，可以帮我把那个灯光衣、舞台衣关掉，感恩。然后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盛文老师的莅临啊，真是感谢感谢。你们要出现了吧？没关系，你们加入社团、加入系会、加入学生会就认识了。等你们想认识他，超帅，中台最帅的老师。哎，阿佑阿佑，怎么了？哎，我们下一首歌曲是什么吗？是 Banana 吗？Banana Bana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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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哦啊，不然是什么啊？是 Diana， 是 Diana。让我们欢迎第一首歌曲 Diana。被关掉了啦！好，我们先做好一些心理准备。来，深呼吸，吐气，再深呼吸。好，有没有发觉更紧张了？有没有？好了，我们先试试看有没有声音。等我一下哦。等等我们。好的，等我一下哦。介绍一下我们团员，我们鼓手木聪，给他一点掌声。好，再从最后面介绍一下我们的口风琴，我们的婉珠，啊，他叫伟伟，对，我跟他。来介绍我们我右手边这位非常厉害的，我们的社长嘉。好，我打杂的就不用认识我了，对不对？阿金老师。呀，哦，好了。这边这首歌大家可以去听看，这是黄玠的歌曲。这首歌呢，我想要献给在场所有今年大四，然后明年就要毕业的毕业生。你们可能会遇到你们人生中很多的困难跟插曲，你们可以去听听看，听完之后回去听听看，找上网找一下，听一下这个歌词，我觉得对你的人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好，在这边送给大家，带这首歌曲带 Anna， 谢谢。Diana， 不要
风景，你要看清楚。生命就是有更多的谎言，拼凑出。